F 四春晚彩排曝光，大叔教室里大和解。陪你去看流星雨落在这地球上。鸡皮疙瘩都起来了。F 四这场流星雨阔别四年又要再下，为此朱孝天避开了 F 三，提早一天飞往中国，传他埋怨言承旭不合群啊，导致 F 四合体好事多磨。好在好在，有钱能使鬼推磨啊！哎，四个大帅哥还是顺利上了江苏卫视春晚同一个舞台，戮力齐心，共捞了台币2843万元呐、啊！哎呦，从彩排的造景看来，应该是重回了流星校园呐、啊，该不会是要唱十分钟的恋爱吧？造型师陈孙华则打理了百万秀服，看起来真的有大过年的感觉呢。拿他们的定妆照再跟上一次合体相较，哎，没怎么变呢。朱孝天都圆乎乎的。据悉，言承旭还在后台向朱孝天说了对不起，不是为了比朱瘦而道歉，而是为了不合群的误会，拍摄。苹果娱乐新闻有意长存到流星墓园吧报道。